遵堂命，上主，你是正义的，你的判断大公无私，求你以仁慈恩待你的仆人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让我哋诚心忏悔，让我哋怀住依此上主嘅慈悲欢喜，去赐我哋嘅救赎，奔赴佢台前，让我哋准备我哋心灵虔诚地进入呢个至圣嘅奥迹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救赎了我们，收纳我们作你的子女，求你仁慈地照顾我们，使我们因信仰基督而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并继承天国的产业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攻读圣保禄中途至第谬德前书。奉我们的救主天主和作我们希望的基督耶稣的命，作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，致书给在信德上作我真子的弟谬德，愿恩宠、仁慈与平安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予你。我感谢那赐我能力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他认为我忠信，就派定了我服役。原先我是个亵渎者、迫害者和施暴者，但是我蒙受了怜悯，因为我当时是在不信之中，出于无知而作了那些事。然而我们主的恩宠对我额外丰厚，使我在耶稣基督内有了信德和爱德。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答唱咏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杯着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杯着。天主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只投靠你。我对天主说，唯有你是我的上主，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是我的杯着，我要得你的基业，有你为我守着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杯着。我们赞颂引导我的上主，我深眠夜间也向我督促，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，我绝不动摇，因他在我右边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杯着。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，唯有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，永远在你右边也是我的福乐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杯着。福音前欢呼，请起立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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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上主，你的话就是真理，求你以真理祝圣我们。哈利路亚。
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共讀聖路加福音。主願光榮歸於你。那時耶穌向門徒講比喻說，瞎子豈能給瞎子領路，不是兩人都要跌在坑裡嗎？沒有徒弟勝過師傅的，凡受過完備教育的，僅相似自己的師傅而已。怎麼你向見兄弟眼中的木屑，而你眼中的木梁，倒不理會呢？你怎能對你的兄弟說，兄弟，讓我取出你眼中的木屑吧，而你竟看不見自己眼中的大梁呢？假善人啊，先取出你眼中的大梁，然後才看得清楚，以便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。上主的福音。基督，我們讚美你。讀今天的福音呢，令我想起中國人的一句一個字啊，就是挑剔，挑剔啊，咁啊，同木屑木梁都有啲關係啊，挑剔啊，好雕木咁樣啊，好得意喎嚇，即係我哋唔知點解咧，有時咧有啲人啊，唔係個個人都係咁啊，但係有啲人咧係好似失控啊，控制唔到啊，見到一啲缺乏嘅嘢啊，缺陷嘅嘢，做得唔好嘅嘢。我唔係講緊，即係當然咧，有啲真係好邪惡啦，即係為攻擊而攻擊啊，仇恨啊，要踩人啊，嫉妒啊，因為羨慕啊，因為驕傲啊咁樣做咁。我係講緊啊，我哋好似樣樣應該做嘅都盡量做咗啦，但係唔多唔少咧，我哋喺我哋成熟嘅過程之中，追求天主之中，好似有啲基本自己有啲基本破碎嘅問題咧，好似唔改咁啊。我諗各人都知道啊，自己有一啲嘅問題啊，好似辦幾多次告解啊咁樣咧，都喺度。咁有啲人好似硬係凝住住咧，就係硬係會有一個挑剔嘅心。個心係出於好噶，即係有時我焦急就係、是，哎呀呢樣嘢可以做得好啲啊！你講咯講咯咁，即係佢睇到別人就係你爭少少啊，你即係好容易咧就會變咗睇別人嘅一啲嘅負面嘅嘢。我記得我自己咧都俾人咁樣指出過嚇，咁記得有一次咧係同一個神父啊一齊去傾一啲嘢，咁佢係負責做呢、這個教育呢、這個修生嘅，咁佢係一個好正面嘅人，一個非常之咧懂得去聆聽啊，然後咧睇到對方嘅長處啊，好包容對方嘅問題嘅，咁佢有時同佢傾開偈咁啊，講開啲嘢咧，咁啊同佢傾咗一陣之後咧，佢就撳停我話：Francis 咁啊咩事啊？點解你講出嘅嘢都係咁負面嘅咧？即係睇到乜嘢都係我話唔係啊，我話係啊，你講完好嘅嘢，跟住永遠都有個不過嘅啊，即係啊呢樣嘢咁樣講不過嚇，可以再好啲啊？點樣點樣點樣好啲啊？即係話啊嗰、那個修生點啊？嗰、那個修生咁樣做得好，不過嚇佢又有呢個問題，嗰、那個問題呢件事咁樣，不過又有呢樣嘢嗰樣嘢咁咁啊！即係令我諗起嚇呢個就係挑剔啊，挑剔。即係好似離唔到個口咁啊，硬係咧唔震翻兩句咧，去咁咧就覺得好似爭咁啲嘢咁啊，即係唔夠完美，硬係要講嘢。我諗我哋要分開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呢個嘅時間，有時咧要識得咧去避忌啊。我哋特別係關心人當中與人嘅關係當中咧，有時。我哋要分清楚我睇到嘅事情可以改良之處，同埋我俾緊個咩信息俾人。當有人涉及當中嘅時候嚇，當我嘅信息係會傳到人嘅耳中嘅時候，我作為一個選擇去追隨基督嘅人，一個選擇去見證天主嘅好處嘅人。一個選擇去同耶穌合作嘅人，我就必須要承擔，我要為我所講嘅説話係咪祝福到聆聽者嘅責任。我唔可以再只係顧我講嘅説話正唔正確，或者我係咪表露到我心裏邊想講嘅説話，
咁簡單。人嘅口係好似利劍咁嘅，人嘅口好似利劍咁，有時唔係有心去傷害人，係反而無心去講出嘅説話，人哋覺得難聽、刺耳，人哋覺得係負面、詆毀，就算係真言，但係出於冇顧及別人，不是為別人嘅好處而講嘅時候，往往令人更加傷，因為佢知道我哋真係咁諗。有心咁講係一樣嘢，無心咁樣講即係真心説話，即係我哋真心啊，真心唔理人。我只顧件事，我只顧我睇嘅嘢嘅清明，咁別人就會覺得你係唔理佢、忘記佢、唔尊重佢、唔覺得佢嘅感受重要。咁喺團體裏邊、喺關係裏邊咧，好多時唔係大是大非傷害人，而呢啲咁嘅小動作之中、冇顧及之中咧，傷害得最深。喺雅各伯書嘅第三章咧，成章咧，呢度唔會讀啦，值得去大家去睇一睇。雅各伯話：作為導師的，你們嘅審判咧會加重。跟住佢就講舌頭嘅威力。佢話同一個舌頭就好似一隻船嗰個嘅那個掌舵咁，好細嘅一嚿木可以改變一隻大船嘅方向。或者個馬嗰個缰咁，好細嘅一條繩控制咗個馬嘅方向。同樣我哋嘅舌頭咧，少少嘅一個嘅器官咧，改變咗出嚟嘅嘢係祝福定係破壞。佢話點可能一個泉水出嚟嘅係苦水，又係甜水啊？咁但係好多時我哋嘅説話，我哋冇顧及到，特別係聽到嘅人，我哋冇諗埋呢一個嘅幅度嘅時候，我哋變成咗吐出毒藥嘅口，可能冇心嘅，但係造成嘅破壞咧好大。尤其是我哋自以為是嘅時候咧，我唔係啊，我講真話，唔係啊，事情真係爭啲啊，真係可以好啲啊。而冇平衡到，我明白，我唔係講你，我支持你，我鼓勵你嘅，冇翻一個平衡，翻顧及翻俾對方知道，我唔係針對你，我哋就會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變成一個損害別人嘅心靈嘅人。呢個並唔係耶穌嘅方法，耶穌嘅方法係首先顧及到對方需要聽乜嘢，咁係咪個回應嘅答案就啊咁複雜？咁啊沉默是金唔講嘢啦咁樣，咁又唔係喎，即係我哋要求天主咁聖化我嘅口，聖化我嘅想我嘅思想，聖化我講嘢嘅動機啊個目標啊，聖化我嘅聆聽啊。不單止是聆聽我認為的事情，要聆聽別人的呼聲。這件事神父都在學著，就是最近有一次我去旅行，大家都知道最近旅行那一天，神父就早上就有 多樣的煩惱，即是有些自身的一些的準備不妥當，又不夠醒，執東西又差一些東西，很多的事，總之是心煩意亂，說唉，為何臨去旅行都這麼多干擾呢？那有位神父，即是我 很愛的一個弟兄，我估不到他來了探訪，之前那晚來了，我都不知道來了，那早出現就已經很有禮貌地問我一些東西，可不可以借到個口罩啊，可不可以這樣東西那樣東西，那我就兩句就得了他了，沒有啊，自己搞掂啦，see you later 咁啊，搞乜鬼？即系出咗門口就覺得唔得啊！少少嘅心情嘅撥動咧，就會好容易口出傷人啊！少少嘅自己嘅內裏嘅不平衡咧，就令到講出一啲話俾呢個弟兄知道咧，就係我唔理你，你自己搞掂，唔好煩我。
咁點樣做啊？我即刻俾翻佢電話，因為我臨出門我揾唔翻佢啊。咁我喺路上都要打電話俾佢，就係對唔住，我頭先有啲心煩意亂啊。咁啊幫翻佢你要嘅嘢喺邊度去揾到啊？亦都道歉啦，要求佢嘅原諒。咁我哋做錯咗可以咁樣做啊。咁我哋入火一日咁點啊？求天主啊！如果特別係我哋容易挑剔嘅。容易去講負面嘢，容易去對事太多而忘記咗對人嘅服務嘅時候，我哋可能特別要求天主，天主幫助我去關心翻、了解翻涉及嘅人。當然，我哋有時盡咗我哋嘅力咧，佢哋都唔中意嘅，佢哋都唔開心嘅。我哋冇可能討好所有人，我哋只能夠盡力。咁我只能將佢哋獻上，求天主去幫助佢哋。但係千祈唔好藐視，千祈唔好睇輕我哋嘅説話積聚嘅造成嘅痛楚。我哋不能要求別人做得好啲，但我哋自身一定要盡量去做好。而做錯嘅時候，要先去做補救，然後咧再重新開始。天主賜予我哋嘅口舌咧，係要嚟祝福，用我哋呢個天賜嘅祝福嘅講福音嘅讚揚天主嘅祝福別人、治愈別人去鼓勵別人嘅天主俾嘅器這個工具這個器官咧，唔好再次同樣咧喺同一個出處咧變成傷害別人嘅利劍吐出毒藥嘅。嘅一個水泉，願主助佑我哋，阿門。让我们一起向天父祈求，我们为所有的家庭和团体，让我们成为在家庭、在团体、在我们所属的每一个群体里面，成为祝福的工具。我们特别是懂得去祈求天主祝福我们的口舌，亦都似我哋謙虛嘅心咧，喺講錯嘢，或者輕視咗，或者忘記咗別人嘅感受當中咧，能夠勇於謙遜地去尋求修和，去做修補嘅工作。我哋同聲祈禱，求主聽我們，為所有嘅破碎嘅關係、積聚咗痛苦嘅關係，特別喺家庭之中，當中嘅受害者祈禱。願天主治愈受傷害嘅，願天主幫助所有嘅關係之中咧，能夠尋找修和、尋找共融嘅空間。願天主幫助受傷害嘅每一個咧，能夠接納別人嘅道歉。我哋同聲祈禱，求主俯聽我們，為教會今天所經歷嘅撕裂，為各地。政府各地國家各處嘅所受嘅撕裂祈禱，分裂並唔係天主嘅創造，並唔係天主嘅工作，而係魔鬼嘅工作。求主教導我哋能夠可以尋求和平嘅方法，尋求聆聽嘅方法，尋求去尊重每一個人嘅自主，而從中尋找大同嘅方法。我哋同聲祈禱，求主俯聽我們。為尚未認識基督的弟兄姊妹祈禱，求主除去他們心中種種的矛盾、憤恨、建築的牆壁、心硬。我們特別是為在罪惡之中、在邪惡之中、在憤恨暴力之中的弟兄姊妹，我們也都為那些殘暴別人、使用暴力、欺壓、政治手段不公義地去迫害別人的
願天主光照他們的心，明白到他們所做的錯事，而盡快回頭歸正。我們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我們為在近年來越來越嚴重的在墮胎安樂死方面的發展，特別是安樂死方面，求天主輔助那些在痛苦之中的弟兄姊妹，考慮生命不如自己解決的方式的弟兄姊妹，求天主特別是興起他身邊的家人親人，能夠讓他們看到他們是被愛的，他們的生命雖然痛苦，但是在痛苦之中可以經歷到與耶穌基督的親近。願天主讓他們知道生命是不應該自己去輕易地去毀滅，而是在痛苦中仍然我們可以選擇 去為別人的祈求，將痛苦獻出為世界的災難求得這個補贖。我們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為在這個疫症下受苦的人，我們祈求疫症的早日的終結，為病者得痊癒，為臨終者可以經歷天主的寬恕，為亡者可以得到永生，為你的家人和所有醫務人員能夠得到天主的眷顧和力量。我們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天父，你知道我們心中所有的需要，你知道我們在成聖路上種種的缺乏，求你一一充盈我們 你今天要給我們的恩寵，好讓我們能夠跟隨你。願所求是靠主基督之名。上主萬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大地为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赐献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上主萬有的天主，你賜給我們飲品，我們讚美你，我們將葡萄樹和人力勞苦的果實葡萄酒賜獻給你，使成為我們的精神飲品。願天主永受讚美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大家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天主，你恩赐我们在平安中虔诚侍奉你，但愿我们以相称的生活，藉这献礼钦崇你，并因参与这神圣奥迹而能精诚团结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有你的生命同在。请举心向上。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称颂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藉着我们的主基督，以仁爱创造了人类，以慈悲救赎了该罚的万民。尊位的天主、天使以及天上神圣，藉着基督赞美你、钦崇你、敬畏你、欢跃庆贺你。求你恩准我们也和他们谦恭地同声赞颂。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，
感謝了，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吃，這就是我的身體，將為你們而犧牲。晚餐後，他同樣拿起杯來，又感謝了，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喝，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，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。你們要這樣做，來紀念我。信德的奧跡，基督，我們每次吃這餅、飲這杯，就是傳播你的聖事，期待你光榮的來臨。上主，所以我們紀念基督的聖死與復活，向你奉獻生命之糧、救恩之杯。感謝你使我們得在你台前侍奉你，我們懇求你使我們分享基督聖體聖血之後，因聖神合而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會，我們的教宗方濟各，我們的主教多默，輔助他的主教，以及全體聖職人員都在愛德中日趨完善。求你垂念懷著復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，並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們得見你聖容的光輝。求你垂念我們眾人，使我們得與天主之母同貞榮福瑪利亞、他的正配聖約瑟、諸聖宗徒以及歷代孝愛你的全體聖人共享永生。並求你使我們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、顯揚你。藉着基督，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内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给予你同体的圣神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后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Amen。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祝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赦免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念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
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都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领主咏，天主，我的心灵渴望你，就像小鹿渴望清泉。我的心灵渴慕天主，生活的天主。神领圣体经。我的耶稣，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，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。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，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。我拥抱你，完全与你结合，将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，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你以圣言及天上神粮养育了我们，并赐给我们生命，但愿我们藉你圣子丰厚的恩宠，在信德和爱德中日趋完善，堪当共享他永恒的生命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天主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你们去传扬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向圣弥厄尔总领天使祷文。圣弥厄尔总领天使，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，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，我们谦卑地祈求，但愿上主谴责他。上天万军的统帅，求你因上主的威能
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，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。阿们。大圣若瑟，得罪土民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俯听我们。基督求你俯听我们。基督求你垂允我们。基督求你垂允我们。在天的天主圣父。求你垂怜我们。属世者天主圣子。求你垂怜我们。天主圣神。求你垂怜我们。三位一体，唯一天主。求你垂怜我们。圣玛利亚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圣约瑟。请为我们祈祷。达美的荣誉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圣祖的辉耀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天主圣母的敬佩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圣母童贞的守护者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天主圣子的谷养者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基督的侍卫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属世主的守护者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基督的仆人。请为我们祈祷。救恩的侍从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圣家之长。请为我们祈祷。至义的约瑟。请为我们祈祷。至洁的约瑟。请为我们祈祷。至智的约瑟。请为我们祈祷。至勇的约瑟。请为我们祈祷。至听命的约瑟。请为我们祈祷。至忠的约瑟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忍耐的明镜。请为我们祈祷。至爱贫苦者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公义的表率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家庭生活的光荣。请为我们祈祷。结德的守护者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家室的抵柱。请为我们祈祷。苦者的安慰。请为我们祈祷。病者的希望。请为我们祈祷。困难中的救助，请为我们祈祷。流洗者的主保，请为我们祈祷。受苦者的主保，请为我们祈祷。穷人的主保，请为我们祈祷。临终的主保，请为我们祈祷。惊吓邪魔者，请为我们祈祷。圣教的保护者，请为我们祈祷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主宽恕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主垂允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主垂怜我们。主立他为圣家之主，以及上主所有家业之主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以无可言喻的安排，欣然拣选了荣福约瑟作为你圣子母亲的敬佩，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世尊他为保护者的，堪得蒙他在天转土的座右，你永生永王于无穷世之世。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阿们。